刚才我们好像看到了舷窗里边有人在向下边招手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架呢，就是孟晚舟女士乘坐的包机，已经稳稳地停在了停机坪上。舱门口鲜艳的五星红旗分外醒目。也为大家透露一个细节，刚刚呢，在飞机滑行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，透过舷窗，孟晚舟女士呢是向舷窗外欢迎她的人群挥手致意。